哎、欸，可以种田嘞、欸？有人要做吗？种田已经空了。哎呦，我要去种田。啊，我现在要去工作吗？对啊，你接，如果接了就要去工作啊。是我今天的一定完成。接了就会空了。你刚有小，挖坑，我又没有。你有小铲子暗中破坏。没有啊，我要怎么有小铲铲？这里吗？哦，对。所以我们进不去这里。我们不进不去啊，这里有工作人才。我可以种菜了。这里只有cut 没有了。啊，揍死你哦！是哦。找看看，找看哪里可以出去啊？好爽，我在这边种。到处都有哨塔。所以我其他时间拿着这个是会被抓的。会啊，啊有人，淋浴时间，淋浴时间，他被狙了那么多发还没死、欸，圆圆你那么猛哦、喔，圆太会很会躲子弹，左闪右闪，真的可以用剪刀剪出去吗？感觉不行哎、欸。到和谁有关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听声音还听不出，很多人听不出来，你也不知道，那就算了，那就不重要了。也可以，我为什么一直听到那个狙击的声音？那就远远呐，他在里面还在被狙哎、欸，那个 bug 吧，跟我那个 bug 一样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一直在被那个一样？嗯 ，bug 啊 ，bug 啊。我也反正可以升级了，可以啊，几天前就可以了。太小，挖地道可能吧，可能要改成挖地道吧。哇，是抓做个陷阱还是什么？是不是陷阱、啊？就遮蔽物的那种。土吧，用土做还是什么吧？那我们就要先做铲子喽。铲子需要握把，还有板子跟胶带。握把板子。板子、胶带、握把、铁板子，有没有啊？钢笔，那些东西都是，嗯，去搜刮吗？搜刮、啊，搜刮，每天都會，或是有 NPC 卖也行啊。嗯，各市场感觉没什么在卖东西，看到，嗯，赚一大堆钱没地方花。可以和繁星他们一起，不行。他在你的台说可以跟繁星他们一起。哇，不行。繁星，你没办法跟这个繁星玩了、哦，你已经是繁星了。啊、嗯。要问他、啊，你可以跟繁星他们一起。力量100是满的吗？满了、啊。你还想多高？你是想要慢出去是不是？你想要突破？想要慢出去。就要用铲子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要挖地道的话，就是用铲子啦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我好像插那个饼，饼好像在谁的房间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这里有板子，你没有他的箱子里面有板子。对啊，我记得这些人好像有一个有手柄，手柄吗？不，我很期待你们今天去削土豆的感觉要延迟，不要出啦。好啦、哎，差不多已经撑到要关台了，我们可以开始逃狱了。开始准备要逃喽！啊，正式逃狱哦，前面都只是，我就是要拖到十点，只是要拖到11点吗？是11点哦，那再接一下11点吧。我想试探看呢、欸，用在哨塔旁边能不能直接出去、欸？哎，哦，好啊，把灯关掉的话，嗯，可以啊。反正今天反正东西有藏好就好了，就其他又没藏。好、啊，那我去关灯吗？你在哪集合？我先把剪刀交给你们好了。我也看到圆圆一直被狙、欸。就蹦蹦这样子。啊、上面好了，繁星加上面。繁星加繁星什么颜色？
蓝的。嗯。好。这里。我们先找一个角落吧，然后剪刀，剪刀先给你们。好。好，我去关店。是在那边等吗，小雨？嗯，等关完店之后就可以找一个铁丝网，可以直接出去的，就捡出去吧。哎，这里不能过去了。啊？所以我要绕一圈过去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我有办法进去吗？不行嘞，看来一定要，我要先躲在，我要先躲在里面才能。嗯，那就先回去吧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那我带回去放着。好，打飞机，打飞机。下飞机吗？我怎么坐飞机啊？在监狱造飞机？不是啊，报告我的床旁边有一个人在咻咻咻咻咻，在床上还在被打。对啊，他心跳很大声。所以这一关是坐假飞机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哦。谁还没睡觉？这是什么游戏？那个我怎么拿不起来？监狱的游戏。哦，我没有放啊。都去音乐台的。我有。我也有。我也有。可以看。那。所以飞机怎么坐啊？我去楼上看看。馆啊，图书馆上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图书馆二楼。噔噔噔，哦，是坐下的坐，我以为是东西的。那个哪边呢？这里有什么啊？这里吗？看不起来不像啊。还是这里、啊？逃狱二这里。还是在另外一边吗？下面二楼的下面。嗯，要先去吃饭。吃饭时间。嗯，桌子可以当遮蔽物吗？桌子可以搬出房间吗？应该会被抓吧。搬不出去，搬不出去。你从那个门口走不出去。搬出去也太猛了吧。精神疲劳。我们当时这关怎么、欸？我又拿着违禁品了。你，要我拿什么？你是又拿啥？我拿木料也是哦。红色不行啊，看一下红色，你跟你讲过红色的哦。哦，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了？就跟你讲了。亚伯兰威。是。好，我这。我听不好，好好好，是是是是是。吃饭了，吃饭。啊！点了一下。啊！可是我没看到。OK。在楼上又有密码卡，好啦，我们好吧，该打警察了哦、喔。打警察。打警察。然后，那我们要先做好可以复制密码卡的东西吧。对啊，拿肥皂啊。肥皂跟打火机。肥皂打火机是钥匙的吧？哦，啊，是电路板是不是？好像是、欸，电路板好像有一个地方有。我看一下哦，在这里需要电线跟绿色的电路板。哦，电线，电线跟电路板。等一下，电路板是没有了，电线好像有看到过，我忘记在哪。电路板我这边有。你有是不是？嗯。啊，去找电线。然后我们要先知道要开哪一个门吧。准备削土豆喽。哎、欸，削土豆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要先找到打警察。哦，可是还没啊。不一定会削啦，不一定啦。谁会在外面敲警察？很凶狠，凶狠。工作时间呢、欸？啊，对哦，啊，我要去种菜，你要去种田啊？对，我要去种菜。种菜是有额外的血吗？还是？
吧。嗯。为什么躺团躺到那个门旁边呢、啊？那刚好打警察吧。他们还是有造劳技法在的。好的。优秀。优秀。所以我们要往哪边啊？我们要红色的门吗？还是啊？我没有罢工啊，我中哎、欸。那时候没有中好，不行。哦，你没有完成一次事项。这是啥？你不乖。你不乖，感谢棒棒糖。棒棒糖，棒棒糖。爸爸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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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包糖。爸爸，我想要吃爸爸糖。小雨，你这是不是还要再把土填回去啊？要吗？它上面有写一个填坑呢、欸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好吧，都跟我一样，挖坑不填。开了坑不填。就是我，挖坑不填就是我。繁星，繁星，嘿、hey.。我们要不要去先找几个警察打一下？刚刚我也要，我也要打啦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们说还不一定要去？是谁的漂亮油画一直卡在我的箱子里面占一格啦？总结一下好不好？很气耶、欸！漂亮的油画，我没有，我确认一下吧。我已经没有接任务了。我也是，不是我。你给我确认一下哦、喔，又不是你啊！不是漂亮油画谁的？我还拿不起来、欸，那不是给我的。我没有任务条了。我漂亮油画吗？我看一下，是，所以是要任务的人才能拿。对，对啊，秦小又拿不起来，那你这接的任务不做啊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漂亮油画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哎、欸，是我的哎、欸，操你妈，你给我来我家拿。就是你呀、啊，早就知道是你呀、啊。一拳要油画，哎，我一直站着这一个，气死了，笑死。哎呀，是哪边啊？我家啦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来打警察。这是谁？这是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在打，我在。黄色的，去红色的支援，去红色的支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打，我在了。他剩一两拳，他剩一两拳，然后我也倒了，他、啊、到火了、啊，我也倒了。赶快翻警察，看他身上有什么。红色钥匙，红色钥匙，先放回去，先放回去，先知道他有什么钥匙就好。还有口香糖。哎，钥匙应该可以直接进门吧？有。哎，不，哎，是可以直接进，可是会有狗啊。可以，而且钥匙有那个啊。我说，如果我们使用次数，卡片应该也有不是吗？有耐久度。对啊，都有耐久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红色钥匙在谁身上啊？嗯，所以那我可以去揍一下其他的吗？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要确认啊。啊，打错人了，打到路边的，这谁？啊，好像是圆圆。打到圆圆。对啊。这个，打这个啊、哦。啊、哦。打、哦、超强哎、欸！我看一下身上有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，他好废哦、喔！被狙两个、欸，那只是不是？那只是不是？对！啊，擦一下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十点，感谢手环，感谢克爷的手环、啊。现在那个是什么颜色啊？金色。已经放弃了，一抓进 U 是一出来就走了。啊、对、哦，忘记八亿五啊八亿。我看一下，哎，他有红色钥匙。因为这一个，好，打，笑死、就是。啊！谢谢关关你。哎、欸，一起打。啊、可是这样没收到声没用啊。快！赶快把我，赶快把我抱进去，我要再出来再打他，我要打死他。我起来。嗨嗨嗨，你好啊！哪一个？刚是谁？是你是不是？不是这个，我看过了。刚那个可以打那个，打那个，碎了！医疗是打的，这个也是红色钥匙，我看完了。啊！我倒了。倒了！看他身上有什么？还有谁？我先去休息一下，我血太少了。感谢七，笑死！他是青色钥匙，绿色钥匙。是要绿色钥匙吗？还是要什么钥匙？我们是要红没耐久钥匙才有。哎、欸，我这么红哥，我刚打了两个、啊哦。喂，有听到吗？哎、欸，是。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卡片，我有听到吗？卡片有，卡片没要没耐久钥匙才有，可是我记得不是都有吗？我觉得卡还是复制出来的卡片才有，因为我之前都是用复制出来的啦，我没有用过。好，晚安晚安，下一把考试完。可是如果你用原版的卡片的话，也会被狗抓、啊。白痴！哎，这个警察，我躺在床上，他把我揍下来。起来，起来，再打一架，再睡。太扯了吧！诚心打这个吗？等一下啦，那么打，我要存东西啦，身上有东西，这种东西耶。这个游戏怎么下载？你在 Steam 搜寻我左下角那个游戏名称就可以找到了。欸、啊，你漂亮油画拿不拿啦？漂亮油画、啊。哦，好好，我去拿一下，我去拿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身上的东西丢掉。啊、你晚上直接先吃哦。这身上什么？小雨外面是小雨浴室这里，小雨浴室这里有一个。浴室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浴室里面，浴室里面，浴室里面，我来了。浴室里面是来了。打床号配合，打床号配合，打他。有老怪手，等一下。哎，好了。有了，还有什么？他要什么？黄色？拿衣服？好，拿衣服。好，你把，我一百了，你们先拿，你们先拿。拿衣服。哎、欸，我走不出去浴室，我一直被狙击。妈妈，找不到抽屉啦！好痛！我现在不能离开浴室。我要死！我在二楼的医院。啊，我这。